所以我想，各位，我们在破除我执。什么叫我执？我爱的，我恨的，我执着的，我骄傲的，这一些的过程，这个才叫降魔的过程。佛陀是降魔成道的。但是如果你善待自己，款待自己，那不行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故意折磨自己，特别在心里面修苦行。当然，从身体。 慢慢的去练习，然后慢慢心里，你千万不要去随顺你的心。这佛教叫放逸，放逸啊！所谓不放逸，叫精进为成佛之道，成佛的基本。那你你要你要开始打击你自己，爱的你不能去爱，恨的你不能去恨，不关心的你不能还是不关心。刚刚讲，而且进一步要要发起菩提心来承受对方的痛苦。所以我师父教我。 只要有人在跟你供养，或是跟你忏悔，你要全然的吸收他的痛苦，你不能怕。就像说，有人说：“师父，我我爸爸得癌症，你你帮他回想一下，什么叫回想那么不 o 不的好，祝你好，跟我没关系。<laughs> 啊，我已经帮你回想了，这是虚伪。你要修菩提心的时候，念的时候。 一方面把佛的力量给他，二方面把他所有的业障病吸回来。你要借这个机会修行，不然你你只是利用佛法啊！我把佛法给你，就像现在很多人修行，我把佛法来要求别人，自己不知道佛法是什么啊！师傅给我说不能生气，我告诉你不能生气，那你等一下换你生气啊！因为因为你自己。 佛法在密乘有个重点，所有的佛法是从你心里面生出来的，本尊是从你心里面生出来的，是你心里面有这个出离心、大悲心、菩提心，从空性里面显现本尊而、呃、去供养，而去持咒，本尊去利益众生，那是你，你必须从你自己而出来，念一下念佛、念心、念众生啊。 你要把佛的功德透过你的空性，全然的去帮助众生、接受众生，而不是说念阿弥陀佛叫你得阿弥陀佛加持，与我无关。那别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感受到你身上有佛的味道、有法的味道。所以，我们去助念十次，是不是做十遍阿弥陀佛多好、啊？所以，所谓菩提心，是你要承担了诸佛的任务。 而且眼前这个众生就是你，这个叫大悲心。你的所有痛苦，我可以承受，我可以感受跟承受。这个叫大悲心的真上意乐，你才能够发起菩提心。所以你要有菩提心，才能够把佛的菩提心来帮助对方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必须在无我的空，你不能保护自己，你不能这个讨价还价，怕。 所以各位最好要发愿，让我在没有证空性之前，都是在百分之一百的磨难当中，让你保持警觉性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是轮回战场上面的心灵战士，随时会掉落无间地狱的。这个叫金刚秤。如果各位你喜欢修金刚秤，只有两条路给你选：下地狱或快一点成佛。 你不能说你还要有,有世间的享受福报，那就没有可不可能的事情，而且不能有我说我是噶举教派的，我是格鲁教派，你讲这个方法毁谤毁谤佛法，是我得到噶举教派的加持，我很感恩。但是原来所有的教派都是我们噶举教派尊敬的，我这边听到就这么伟大了，何况其他的法门都是非常伟大殊胜的。 这样讲，一切法毕竟平等，不然你有分别心的时候，那又落入了佛教里面的非空性的修行，变成一个见解有问题，那变成一种末法。所以很多人说说、啊、韩韩法师，你是噶举教派？no，你是格鲁？no，因为佛法，所以我佛陀我师父说，我们是成佛教派，菩提心教派。 所以我很喜欢讲阿底峡尊者，噶当派是没有的，噶当派不立宗派，但是所有教派都要讲噶当派的教法，因为噶当派没有立教派，它才成为所有宗派的教法。当然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教派里面修行，这是一个缘起，但是我们是透过一这个门而入一切门，可以。 但是不要把自己归入我是念佛的哦，我是禅宗的哦。你一直讲这个的时候，然后就显示你有这个法的傲慢，那就完了。啊，最近有一个居士，师傅，我是修心中心的哦。嗯，他问我心中心是什么，我也会啊，但是我没有说我是修这个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强调修这个？你跟我有哪里不一样吗？啊？ 但是你一强调，你又落入一个我这个最好，那那我们念《地藏经》就不太好喽。啊，我是密宗的，那汉传佛教就不太好喽。我是汉传的，那你看不起藏传喽。所以我这个叫打模糊仗，各位跟我最好学一学，我是打模糊的。但是每一个教派都认为我是他的教派，因为我都对每一个教派供养学习，这样就好了。 因为我要得到，我要有这个法的利益众生，我去学习。这是我师父交代的。我师父说，你走到哪一个道场，你要变他们的人，人家才会跟你融入，你也学到对方的。不然的话，你你是念佛的，然后跑到禅宗，哎，我是念佛的，对方也排斥你，你也不接受，那你去干嘛？你就干脆不要去。那你去念佛道场，你说我是念佛的，对方会很欢喜的。 那跟你交流念佛法嘛，这样就好了。但是如果你也能够以开放的心态，让他搞是了解他念佛就是密宗，这样也可以了。念佛也是出离心啊，哪一个教派不念佛？大乘佛教回归一个叫念佛法门。所以，但是你又把念佛法门又给他紧说了，因为我是念佛法门，所以我不去密宗。那这个都是违背菩提心的。 所以，在《于伽师定论》这个叫相似菩提心、相似佛法，很多人认为说我在学佛，事实上他这个是个偏激的。那我讲到这个地方，你不要管他修行什么法，看他走路、吃饭、待人接物，就知道他有没有修行，用这个去看就好了。这个是祖师看人最重要的方法，因为祖师这些老和尚。 老堪布、老格西，他们就一辈子都要读佛经了。你不用再跟他谈这个了，他看你走路、待人处事，啊，眼神、心态，他知道你在修什么这样，这个叫法要入心。所以我认为，各位上师入心，而不是说我的上师是这一位，其他就不是我上师。那你加入党派，依人不依法。 上司代表法，有这个法，所以我跟他学。不是他这个人，哪一天你的上司还俗了，你怎么拜？你跟我说，你在挣扎的心态，不拜也不对，什么违背上司，拜也不对，他老婆没有我好，啊 <laughs>，那你那时候会很痛苦的。这个没有违背，因为你从他身上学到这个法，我们感恩，这样就好。 但是你还是可以去拜很多医治很多善知识的，就像阿底峡尊者有五百二十几位善知识。啊、呃，一百四十七位，五百二十位是因为阿底峡尊者那个时候啊，他是个王子。第二个叫越战王子，他爸妈就赶快希望他赶快结婚，准备帮他办婚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阿底峡的护法。 那时候应该是利度母吧，跟他讲：“你过去是出家五百二十二世啦，你不要结婚。”而这护法神很重要啊，护法菩萨他就随时当你不小心，他就把你拉回来。阿底霞一听：“哦，那我不用结婚了。”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：“你已经七世出家了，你现在还结婚，那你就要考虑了。哦”我是出家人，我怎么会结婚了、啊？啊！ 出家人如果过世间的生活，叫格格不入啊，很痛苦的，一事无成。我我真是如此。我结婚刚好七年，也不知道在干嘛这样。别人认为我幸福，我就觉得叫井底之蛙，关在牢里面的人啊。别人觉得你你你你,你太好了，你有福报哦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是痛苦的要命。当然也曾经去麻醉自己，结果也麻不醉不，也很奇怪。 也得不到快乐。如果叫我喝酒啊，找女人啊，去享受这些跑车啊、富贵啊，然后也不快乐，接触不了你的心，只是觉得越空虚而已，对不对？我想各位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，因为这个过程会让你知道哦，佛法是什么、嗯、啊，所以不经一事不长一智。 你千万不要对过去所做的事情让你灰心，而且这些过去让你做错的事情让你更精进，这样就会让你更有悲心去同情别人。所以，我现在很喜欢旧鱼，因为我很喜欢钓鱼。对，忏悔我过去钓鱼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因为旧鱼。那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钓鱼？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鱼，但我不吃它的，我只是看到它，我就比看到女人还兴奋，就这样。 <laughs> 我看到一只鱼，我就很奇怪，所以我一定过去是龙宫里面游来游去的那种啊，所以我很喜欢每一只鱼在水里面游的，可能叫自在吧，快乐吧，所以没办法就把它找回来放在家里。我妈妈是我的供母，我妈妈帮我弄了很多鱼缸，哦，这个是海水，那个是淡水的啊，然后我全部鱼都围在那边，天天看。 我结婚以后，我才知道，我买的更多，那是我唯一的依靠。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我可以爱上的，因为所有的爱都有痛苦，所有拥有都有痛苦的。人家说你有钱，你也痛苦；人家说你丑，你也痛苦，对不对？人家就像一个女人，你好美啊，你痛苦来了，你本来是不美的，而且会很快不美的啊。反而你，你越得到别人的称赞，你压力越大。 因为那个叫有压力的、不自在的美、不自在的有钱、不自在的高贵。老实说，现在这些做做做最高的官领导了，他们恐不恐怖啊？就怕下台，所以他们就会东拜西拜、东求西求，看能不能不下台。啊，投资越大的越信佛，他信是为了投资，不是为了学佛。啊，佛来保佑我的投资啊，这样。 你要我供养多少？没问题啊，一百万人民币啊，包了，<laughs> 啊，看能不能这样就发财一点啊，啊，所以，但是他那这种是因为他的不确定性，就叫做逼迫性、恐怖性，他没有找到佛教的核心，但是基本上他能够接触佛门，如果那个善知识呢，赶快借这个机会告诉他，这样就很好，这要有福报，好。 那各位把阿底峡尊者这一章，我们来讨论一下。请问脚会不会酸了？我们站一下两分钟好不好啊？哎，然后呢，舒缓一下再来讲。我之所以印这一章，希望各位就可以，呃，自己看。那这一章是我从阿底峡尊者的传记里面，我研究了三天，把他的资料。 <laughs> 把他的资料收集给大家啊，然后呢，来跟我念一下：一心祈请菩提心教父阿底侠尊者降临加持，嗡啊吼嗡啊吼嗡啊吼好,好，大家请坐。 总共有十页，我们把它缩小印。我很喜欢看佛经。